Seventeen 成员静汉今天透过 Bradis 娱乐宣布，确定将在 9月26号入伍，成为队内首位当兵的成员，让不少克拉不舍表示，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没想到这么快。 Bradis 娱乐声明中呼吁克拉们，入伍当天不要参观他的服役地点，当天不会有任何送别活动，请透过粉丝交流平台留下想传达给静汉的心意即可。祝福静汉平安健康归来，公司会致力于为他提供所有必要支援。虽然先前就宣布静汉接下来将缺席10月份的世界巡演与迷你 12集回归活动，不过公司声明表示，静汉已经参与了各种预先录制的内容，弥补克拉不舍的心情，也期待他回归的那一天。